Will it be a pavement or a sidewalk? When I finally lay my eyes on. 今天是26号的7:00，这一大早，早上5:30就起了，等我见哦。我们现在上车啦，然后现在是7:40吧。今天的早餐是昨天买的一个欧包，然后跟一瓶豆奶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南昌了，准备先去米铺把东西放，再出去吃午餐。还行吧，就突然下来有点冷。哦，这还好，我回去把我的毛衣背心穿上就行了。啊、哦，走，走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来。现在要去万达吃午饭，我们今天中午吃韩料，我点的鸡肉米堡，然后我们的炸鸡。这泡菜不是进来不严重是吗？这泡菜辣不可以。对吧？第一口是面包，这个面包再放点酱吧。实在是太好拍照了，所以就是，然后加上中午也拍了一会儿，所以相机就没电了。现在他们在，小马他们在修改 PPT。哇，这个暖气好舒服呀，绝了！超级大个，然后是我们明天的早餐，这个是米面包，里面是玉米。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耶！天哪，我这真不知道他们谁是谁。小王买了巧克力的，这个是不是？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买的面包。去干嘛呢？要去一起看一下 PPT。现在到滕王阁这边啦，已经是9:30了。来这边随便逛一逛，溜达一下。快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。这个达哥的速度差不多是1小时30公里吧，根本跟不上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！这时候不得不说一句。如果我们四个有罪，请法律制裁我们，而不是跟着拔哥，而不是跟着麦哥夜行800里。太快了吧！哦，我们像是在追，我们像是在逃跑，就是被警察追的那种。麦哥，嫌我们走得慢，快跟上。体力不好的人一般
不配，你知道吗？不配。就是这么美好的夜景，不应该就是，本来应该是要这种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是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有人追，追来了。都是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惩罚。是。好的，要是认罪忏悔，要去运动了，拜拜，再见，累了，永别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走在这座桥上，前方是升米大桥。我是水分，谢谢。好的。谁煮了你？你的爱煮了我。有你。前线报道，我们现在在滕王阁的侧面，我的背面发现一可疑男子，是正在钓鱼。是的。哇哦！哇哦！什么都没有钓上来呢。哇哦！这还举着，哇哦！这举着手电筒钓。现场。今天是第二天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门了，带了个围巾。今天的行程是跟达哥竞走一天。哇哦，大鹅，有只鹅。哦，刚刚我已经看到了。好大只。我会讲达哥，他待会不是刀女。啊，被你讲的好可怕，感觉他的攻击力满分。我们下车啦，然后现在就在，是大声的说出景区的名字，海昏侯遗址公园停车场。又是阴天，冷吗？还好，其实我还好，我里面才穿了一件。竞走的一天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运动。待会给大家展示达哥健走，竞走。身份证都拿了吗？拿了，都带包。看完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博物馆，有被冒犯的，大家都这个状态，着实有一点点小失望，真的打上哈欠了。现在是下午2:00几吧，有点饿了。嗯，终于要吃上午饭了。我其实有点饿过头了，我就是前面我说我饿的那一下真的好饿呀。口袋一开，它还有这个第一道菜，今天不要被我先吃主菜，你们是两片叶子看不出来。
我们现在比赛完啦，现在终于结束了。小马已经两天没睡好了，吃是把我们妈妈也饿瘦了，会变成死猫。然后现在大概是要12点了吧，直接去吃饭了。今天就这么结束啦。然后感觉看了一下成绩也还蛮不错的，比我预期中的好很多。现在我们暂时排在第二名里，最后就是明天还有一个颁奖典礼。中午吃西江月，坐完车其实胃有点不舒服，可能因为刚刚在车上看照片了。谢谢。燕麦米浆，健康的味道。吃完饭来这个江西省博物馆的新馆逛逛，他们的参观起来还挺好看的。我们逛完了这个省博，现在想去喝点咖啡。这位同学现在很疲惫，想去喝点咖啡，然后逛一逛文创。我觉得这边还是不错的，就挺有意思的。海昏侯，海昏侯，我们现在去咖啡书吧，有点累走的，因为这边一共有4层，但是其实我们只走了3层。我们现在在喝咖啡。而且甚至是呼吸都有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很明显，没见识，北方都这样。介绍一下下面的吃糖烤梨，好神奇啊！今晚要吃的面，但是还有我的街头采访。我们在这边的最后一个晚餐。请问你是怎么发现这家店的呢？我是通过在大众点评上搜索的。你觉得这家店的第一感官怎么样？比我想象中的要小。那你现在是在干嘛？现在在等位当中。好的呢，今天专业的采访到此结束。谢谢。笑啥去？味道奇怪，达哥是什么？达哥，就很朴实。他来了2天也变朴实了。你今天开心吗？你迟疑了，你不开心。在回忆。说一下，待会儿你准备的干嘛？待会儿我先准备去休息，回我们的民宿，买书啊。洗个澡，买多。哦，对，好。不能播，不能播，这段不能播，到时候打上。一买多。我们来喝奶茶。嗨，又是熟悉的场景，是看了一个新加坡的奶茶，但其实是长沙人在新加坡开的，然后现在要开回来了。我要喝这个日式荞麦牛乳，然后加芋圆。我想要，我觉得都好可爱。天哪，啊，好好看啊！这个应该是水果。是，但是这个牛油果也很好看啊。对啊，我喜欢牛油果。我被抓起来，这个也好看，点看杯子什么样的。他们有焦糖饼干，然后他们这个纸巾很好看。什么？看这个人在对我做什么？这是蛋糕吗？草坪饼干。
奶油。好吃吗？我觉得应该直接点饼干。它这个奶油也好好吃啊。最后一口，你看。游客朋友您好，欢迎光临双层底下量的广场。目前沙井路向快乐出发，吃了好几天的瓦罐汤跟这个江西菜。啊，天哪，这个，我的妈呀！对。然后超级超级无敌想要吃港茶，所以现在就来吃这边万达的一家港茶。点了吗？哎，没有，因为不知道你们要吃。那我吃这个圆的吧。我们的，我吃圆的，你看不到。可以啊，没事啊，我在录像，你拿。然后哦，五个，你再帮我拿一个多少的刚才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反正头也没人吃掉。想吃什么？我觉得不错，看起来可以多买几个吗？我们买了光和手感，打算带回去的。我买了两个，一个是给小鱼带的，然后我自己买了俩，一个虎皮，一个原味米面包。我们现在在动车站，然后来挑一些特产带回去。来加购。加购都要几个？卖了超级多。我跟小王现在在德克士，在车站买晚餐。本来其实还想点那个什么植物鸡肉卷，但我现在真的很饱。我觉得我中午吃的到现在还没有消化完。但是为了，而且其实我还买了两个，我还买了两个那个面包啊。准备在这个其中的某一站冲下车，因为后面全是人，透个气，上不来，上不上得来，一切随缘。如果赶不上，我也不用改文件了，我就当做我的手机也不在。看你不长什么事，那待会儿你别拉我啊，我要上来的，我不用改文件。竟然站错了。不是这个门，跳坑是吗？妈呀！我快乐了，真的，这才是人应该在的。他们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关门了。